你是不是有一个那个称号？封号叫什么？血乳战神。联动的底下啊、留言，请他管好他的员工啊，因为 那一阵子真的是对我造成蛮大的困扰的。嗯，就是发一些很奇怪的文章，然后硬要标记我。啊，对，然后到后来到展场的时候。他还刻意来现场要跟我合照，不是 me too 啦，但就是不舒服的追随者。追随者，你这是不用钱就可以看的吗？刚好在这么最近这么敏感的时期，哎，其实蛮久以前的呢。这个是不是会，我会是不是在收证？三G收证有必要这样子吗？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去看你的。你要去看？是鬼跟天看都是过去了。我应该，如果我只要不动手动脚的话，我应该不至于进去关吧？那我应该把手铐带来。我为民除害，让他吃老衲一棒，这样有什么不对吗？就是要防范所有可能性的吧。是是是。这个眼罩你知道是要干嘛的吗？是给你戴的。哦，给我。这样你就不是吧？不是这样吧？这个最变态，镜头外这个人最变态，你有看过他吗？之前在那个草爷录影那一次，就大家想要告他了。恭喜威力又有一条官司缠身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郭鬼鬼。大家好，我是有志青年团团长学路战神 AK 台南市议员郭鬼鬼。Hello， 你真的已经话题不断到就是是不是要跟 Toys 打一场拳击？哎，老实说哦，我真的有打他，我大概打了他三拳。对，你们那个时候是在吵架是不是？我跟 Toys 吗？跟这垃圾有什么好吵的？所以今天会上新闻的不会是我 me too， 你有被 me too 吗？其实我真的是很少机会被 me too 哎，但是这次 me too 的名单真的是蛮多我认识的或听过。你不要吓我，那这次 me too 的名单蛮多是我有涉略的，是不是？吓到我了，你应该没有吧？说吧，不是，还没报哦。我自己没，你知道，在我们这个情况下，你知道所有的男创作者、男艺人其实是害怕的。就算我们没有真的印象中就是强迫人家，是，我们也会思考说，我们会不会有在不经意的时候造成异性的不舒服？例如那个眼神，或者是眼神就不舒服。我经纪人就常常被威力性骚扰，这边已经发生。我从开始，你说用手肘 Annie 的胸部。软吗？但是你会想要告他吗？已经在走程序。对，已经在提到。比如说你这样穿得很辣，我眼睛这样看一下，是，这如果不舒服的话怎么算？心理上的不舒服。你心理上会是不舒服吗？你每天都穿这样，你要是这样心理不舒服，你今天突然没有墨镜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平常都会有墨镜的，今天好赤裸裸。我平常是表演的时候遇到的。请问他的痣在哪一边？痣在哪一边？他痣在左边，然后今天穿黑色的衣服，因为我看的不是本人，我看的是照片，没有了。好赞哦！我觉得不要太逾矩，就是不要真的就是手来脚来啊，要摸你一下或怎么样。你这样子说，你没有被手来脚来，我才不相信。还是你会先？我真的比较粗线条。你说先摸别人吗？对，摸到你不敢摸我。那 Me Too 上面的名单就是我了，那很幸福吧？就可能哪一天会看到那个 Me Too， 然后写郭鬼鬼曾经對我。还是会写有一个新的运动叫 I Do， 我愿意。YouTube。佳佳有一句很好用，叫做什么？我不喜欢，我不舒服，我不要。对。我昨天才发了一支影片，就是教大家怎么正确的预防这件事情。是。因为非常多人会遇到，男生可能摸你手啊，或者是摸你腿啊。那昨天那支影片是这样的，就是男生把我两只手架在墙壁上，然后我直接睁开给他一巴掌。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男生都会开玩笑的说，女生说不要就是要，白目啊，这么气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如就直接动作让他知道我不要。他怎么挣脱的？因为他一只手不肯抓你两只手啊，是，对不对？要示范一下，要示范一下，是不是？我是，我演女生，好吧？你先教我，我是女生的话，我是这样压吗？我没有男生。张一百，张一百，张一百，张一百。那可不可以教男生就是怎么样
不会让女生觉得不舒服。那你要自己反向思考，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女生，是你对她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，或者是你觉得她可能就是一个陌生人，但她突然对你做你要对她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反正不要强迫别人，对，不强迫，然后不要自以为幽默，是不是？对，要把那种就是恶心当有趣哦。嗯，那眼神这个部分，虽然说好像很自然在聊天，但我如果往下。就算是这样子这么快，是你也是完全都感觉得到，是一定感受得到吧？很难呢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你就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？知道为什么我常常戴墨镜？总归来说，其实近距离的话就是不适合观赏。嗯，远看，其实远看的话就你就不会不舒服了，对不对？远看的话不会不舒服，但是还是会发现你在看。哦，女生其实会发现，就是她远远的就会走过去，然后。跟你擦身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。就比如说，好像这样看，对，就是对，对，看看不太难。其实会发现，那没办法，那以后怎么看呗？戴着墨镜吧。你是看那个方向，你旁边要你的 bro， 你假装跟你 bro 聊天。你的 bro 要在这边哎、欸，要在我后面哎、欸。你就是要换个位置，你就跟他聊天。对对对，你在那边。对，要大概这样。对 bro， 我跟你讲。哦过了，哇、wow ，懂了，找到了。原来大家是因为这样子才组团体的、啊。对对对，要组队出去玩。我们马上要进入今天的节目了。是，刚刚还没进入是不是？刚刚聊的。他刚刚在真心发问。没有，因为我跟鬼鬼其实也是很早之前就哦，好早了、哦。对，就有认识了。反正后来他就很多风风雨雨。风风雨真的好多风风雨，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自己的感受只有自己知道，所以一定要自己捍卫自己的主权。这么激烈啊！本来就是啊，你自己不保护自己，有谁能保护你？你算战神吗？你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媒体封号叫什么？血乳战神。之前去连千亿的联董的底下啊留言，请他管好他的员工啊，因为那一阵子真的是对我造成蛮大的困扰的，嗯，就是发一些很奇怪的文章，然后硬要标记我，啊，对，然后到后来到展场的时候，他还刻意来现场要跟我合照，不是 me too 啦，但就是不舒服的追随者，追随者的，对，而且其实他蛮多事件，就是哎，他好像还蛮不尊重女生的意愿的。所以我就会尽可能的保持距离。我觉得女生对这一点的危机意识要有，就是保持距离的，自己保护自己。我不希望是事后我们才走法律程度或者是怎么样，所以就是事前做好保护会比较好。那你会担心就是你自己的粉丝朋友会就是只注重外表这个部分吗？我自己的粉丝朋友。其实他们也不太注重外表、欸，打游戏大家看你冷笑微也很开心。对，大家就是一个陪伴感，因为你够疯。嗯，等一下，疯的意思是，就是听你讲话很舒压、嗯，就算是舒压，听我讲干话。所以就是不一定真的要看到，對啊、因为真的要看到的话就是不够疯。我拍 MV 我都拍得很用心，嗯、我觉得歌不太强。所以会影响真的，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可能讲话没有那么多观念跟想法需要输出哦，所以他可能就需要靠外在的表演，一些对其他的辅助，例如拉着脚跳舞之类的。接下来这个桥段是我们要跟你做一些互动，做一些欢乐的桥段，你知道就是有互动的感觉。那刚刚已经知道你自己已经是一个有自己意见跟想法的人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准备一个考反应的游戏，要跟你玩一下威力强的游戏。Go， 你要手部好不好？输输赢赢，然后输的是拿帽子，赢的拿锤子。视线要看拳还是？因为他的看拳，一定是看拳。我好分心啊！我等一下从头到尾就这样。我这个好，接着看拳，对，是吧，哥？我应该，如果我只要不动手动脚的话，我应该不至于进去关吧。眼神就不舒服，看你很敏感。啊，剪刀石头，等一下他一直压着这个东西。我没有看到，没看到，我看不到。我裁判看不到的时候，抓一下。好的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好布，怎么这样？不能反手。为什么你刚刚要拿这个？剪刀石头布。
还有一个这么棒的东西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写真书。哎、欸，这个太赞啊、你真的是有习惯压着东西了，所以刚刚安全帽被他压着也是合理的，是正常的吧？是正常。你看这个，好幸福的球哦、喔。这是郭果维的第二本个人写真书，叫做《妹》。然后如果各大书店已经买不到的话，欢迎买电子版。所以如果买不到，可以买线上写真书。然后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们现在讲说在这边买的话。我们送芙蓉卫生纸，哈哈哈一万三千三还送卫生纸，耶、yeah! ，好赚的吧？绝对划算的吧？汉哥，你那边弄手是在干什么？怎么变态是不是？恶魔哎、欸！好啦，今天谢谢鬼鬼，耶、yeah! ，我们好好的聊天。是，最后我们还是一杯苦茶孝敬你。但是没有哦。哦，你能吃苦，你还没喝下去，你完蛋。喝下去了，喝了啦，可以吗？我觉得还行。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做结束了，好不好？下次如果达哥苦到说不出话来，欢迎找我来耶、yeah！谢谢鬼鬼。